丽华，丽华，赶紧收拾收拾，换身衣服，车都在外边等着你呢。去哪儿啊？草迷先生又要请你吃饭。不去。为什么不去啊？他可有诚意了。上次还没被他羞辱够吗？对了，哥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跟这个草迷是什么关系啊？你干嘛把我的事儿都告诉他呀？我哪儿跟他说个你的事儿啊？那我喜欢去哪个日本馆子，我喜欢吃玉子烧，他怎么都知道啊？玉子烧？这事儿连我都不知道。他调查我？调查我干什么？丽华，你啊，想多了。我觉得这草迷先生，他就是挺爱慕你的，挺欣赏你的，这有什么不好的？我不稀罕。丽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草迷先生，热爱中华文化，在书法、绘画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。你说这么一个高雅的绅士请你吃顿饭，他能把你怎么样？听我的，咱全当是交个朋友了。啊，对。他还说有个惊喜要给你，我不去。哎呀，听话啊！干嘛呀你？走吧啊！哎呀，走吧。上次我说了一些非常不礼貌的话，在这里向您表示歉意。哦，对了，也向哈先生表示歉意。对了，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哈先生。那太感谢了。不过说句实话，我还是不希望您嫁给哈先生。啊，当然了，如果您选择嫁给他的话，我还是会送出我的祝福。这个可以吃了吗？哦，我看你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当然可以了，来，品尝一下。谢谢。好吃，很久没吃过这么正宗的玉子烧了。您能喜欢，是我最大的荣幸。童格格约我来见他，来里边请。来来来，你怎么知道我能救哈兰？您是格格，您一定有办法能救他。就算我有办法救他，我为什么要救他？您是哈兰的未婚妻，你怎么会不救他呢？原来你知道我是他的未婚妻，你会救他，一定会的，是不是？既然我是他的未婚妻，他是我的未婚夫，那救不救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你，哈兰让我和我们童家受了莫大的侮辱，现在你又来求我去救他，你觉得我会那么做吗？你要见死不救？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呢？你没有资格指责我。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好，我给您赔不是了。我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哈兰。
你起来说话，要不然我要送客了。你就那么爱他？只要能救他出来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就算他出来了，也会跟我成婚，他不会跟你在一起的。我可以救他，但是我希望你能跟他一刀两断，两不相干。您是一个格格，您要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？为什么就不能高抬贵手，放了哈兰呢？您是舞台上光彩熠熠的楼老板，据我所知，也有很多人仰慕您，追求您。那您为什么要一直缠着哈兰呢？因为我爱他，他也爱我。你知道这写的是什么吗？我没有路，但我知道前进的方向。既然如此，楼老板请回吧，我不会救哈兰的，他的生死与我无关。只要能救他出来，我答应你，我和他永不相见。你能做到吗？我娄小月虽不是个君子，但也懂得一诺千金。恐怕口说无凭吧。我可以立字为证。恭喜你，童哥哥，你赢了。不过，你赢得了他的人，赢不了他的心。我敢保证，哈兰这辈子心里只会想着我。当然，在他心里永远会有你的位置，要不然他就不是哈兰了。不过，我不会强迫他去忘记你。你只不过是他生命中的一段唱腔，优美但可有可无。不许进人吗？他怎么进来了？嘿，混得不错呀，还有酱牛肉吃。那是，爷到哪儿都吃得饱睡得着。那我拿的点心就不用吃了。再吃点儿也行，不能辜负格格一片美意。来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个叫玉子烧，是日本料理，我最喜欢吃的。日本玩意儿啊，能有什么稀奇的？
这不就鸡蛋饼卷成卷儿吗？那可不一样。还是鸡蛋味儿，还甜的，还不如弄碗鸡蛋羹呢。不喜欢吃就算了，我带回去。别介别介，慢慢吃。哎，凑合吃吧。还慢慢吃？你是想在这儿待多久呀？哎，我放出去多久也得待呀。那你要是能出去呢？我怎么出去？我倒想出去呢。俺们递了折子，皇上也不理这茬儿，到现在没信儿。那你皇上都不管，我怎么出去？那要是你能出去呢？你要那么厉害，你找谁了？那你别管了，反正成亲之前就会放你出去。不成，不成啊！我不出去。我看你吧，就是想躲在这儿逃婚。我。你看，你就是想逃婚。我现在罪名还没洗干净呢，我哪能就这么出去啊？你知不知道，大家为了救你，东奔西跑，想各种办法。你阿玛为了你都疾病了，你觉得你这样做就对得起娄小月吗？你连她都对不起。什么意思？小月怎么了？啊！自己看。啊！这是小月写的吗？他怎么会写这个？他来求我帮忙把你救出去。